牵住我，牵住我，牵住我，不然我会摔。不会摔的。这这么斜，谁不会摔？至少会一个人。要毕业啊？是啊，那下一个来。你在录影还是拍照？来，快点来，来，您快。哇！哎，张。快点栽一张，树枝有没有？然后背后有一片樱花的。你慢慢来，不然滚下来是很好看哦。等一下过去，往左边有一条往上走，应该还有樱花，然后背后是可以拍到樱花树头上的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可以走到那片樱花树底下去。哎哇！我们有差这么多吗？我记得以前这片没那么高呢，这片以前好像蛮矮的，是矮啊，至少。我们看一下以前的照片。没有什么花瓣呢。我记得这一片樱花林没这么高啊，奇怪了。小心小心，如果只拍到树根，我先离开。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这样子OK 啊，这边。